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尹汝贞、佐·布莱德比特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互动趣味。世界观 News 讯，73岁韩国女星尹汝贞以《米娜里》拿下本届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，成为韩国第一人。她过往增嫁给歌手赵英男，还为爱妻尹陪老公到美国定居生活，没想到13年后发现丈夫外遇，毅然决定带两个小孩回韩国重返影坛。如今事业有成，前夫赵英男也回应献上祝福。赵英男接受访问表示，对于尹汝贞的演技很有信心，获奖是实至名归，觉得这是对外遇男最好的一击，报复吧。身为外遇当事人的我，以后也会更加自重。而对于过往，他也感到非常后悔，对别人来说我不应该再提他，我讨论这件事也只会更加负面，但我只是想要祝贺他而已。赵英男曾在电视节目上坦诚后悔出轨。编辑张一佳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